全台湾第一家首网路证券商旗下的线上基金平台，这预计十月正式上线了。这是有全球首创的基金交换机制，自诩是要成为台湾的罗宾汉，让金融科技迈出一大步。金融界大咖齐聚一堂，倒下流沙，象征首家历经十八个月金融监理沙盒试验的线上证券公司基金平台正式落地起跑，为台湾金融科技发展迈出一大步。定位自诩为台湾的 Robin Hood， 让大家在台湾可以享受跟国外一样更高 CP 值的投资理财的服务。所以我们突破了很多目前台湾的法规的一些限制，包含法律遵循，好，包含在整个投资人保护，其实我们都有做到相关的一个高度。有别于传统基金平台，投资人只能向银行或基金公司申购或赎回基金。未来在新平台上还多了一项新的交易模式，投资人彼此之间能够直接交换基金，成为全球首创。有定下了3年5年的一个包含人数还有财务的目标，希望透过数位化的科技，能够让更多小资族或经济正在起飞这群人，他们有更好更快的理财入口。金融监理沙盒积极富裕创新金融科技产业，机器人理财、外籍移工汇款和债券团购平台也正在实验中。这几年全球的创投资金投资最多的领域就是在金融科技，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平台呼吁了最多的独角兽。金融科技创新带来新变革，未来也将替经济创造无限可能。东森财经新闻，杨超成、叶子晶台北报道。